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阿龙开箱。今天终于等到我们的，没错，就是我们的蝴蝶忍 Gojo Shinobu 的精品哦。那这一次呢，这个 Benpresso 所出版的这个半支装系列呢，已经来到了第九了哈、哦。这个九支型，各位可以看到。好，那外盒呢，旁边它有展示的这一个 A 款哦。A 款这次所搭配的是呢，没有头套的异色版的一支竹 Inosuke， 我就没有入手了。好，那背面就长这样，跟以往的这个半支装的包装呢都是相同的。好，这边呢就是另外一个角度的这个照片哦。那非常期待这一次的这个开箱，上面有写一个 B 款哦。好，下面就是这样，好，没有任何的东西，不啰嗦了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内袋的部分跟以往这个半支装都是一样的、哦，分成这个三个部位，台座呢以及身体还有这个头部。好，这个头非常非常精致，我们非常期待来安装一下。各位观众不得了了，我们来看一下360度的呈现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特写的部分，我个人觉得这次这个蝴蝶忍精品做得非常非常棒。那在整体的这个精致度上呢，都有到达一定的水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特写。好，嘴巴、眼睛，好，这个头发虽然没办法强求，但已经非常不错了。好，在这个武器的部分，日轮刀的部分呢，呈现的也是非常非常漂亮。好，那背面整体当然会有一些小瑕疵齁，但渐层色是非常美的，各位看到这个渐层的这个感觉，它这个蝴蝶忍的羽织完整的呈现出来，但是有几笔小学生画的超出来的这个线，不过没办法，精品大概就是这样齁。好，以这个程度来讲已经做得非常非常不错了。好，那如果你先前是有入手这个 Tomioka 桑富冈义勇的这个精品呢，可以发现它的这个比例呢还是有抓过的，蝴蝶忍明显小了一号，这个就是它这个精致的地方。好，今天阿龙开箱介绍这边了。我个人觉得这个蝴蝶忍真的必收，不收遗憾一辈子。再见。